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河南省焦作市旅游协会台湾访问团在市长孙立人先生的率领下来到美丽的台北，在这里隆重举办河南省焦作旅游产品说明会，旨在通过全面介绍焦作市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贴心舒适的旅游服务，进一步加深台湾朋友对焦作的了解，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并以此为平台共同开发旅游市场，实现互利多赢的既定目标。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焦作旅游产品说明会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台湾观光领队协会理事长、台湾河南旅游推介联盟中心主席肖志阳先生，临沧市银河先生，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徐阳泽先生，前台湾观光局副局长郭淑灿阳先生，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副理事长黄文贵先生，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长徐进瑞先生，心理人协会理事长白雄仁先生，同时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新民党秘书长秦金生先生。
大家加油好。辽国呀，一处客栈的水利部，北依太和岗，南临黄河，总面积4071平方公里，总人口361万，这个借这个机会呢，我想呢给大家通报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情况。交通情况啊，要叫我来给他总结，厚重交通，神奇交通，畅通交通，还有一个发展交通及开放交通。所谓厚重交通呀，交通是做的多元化经营，非常厚重。远在8000多年前就有人的记录。这个杨朝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在这里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发现，都存在。这个辽国呢，文化底蕴很丰富，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而且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国时期的司马懿。以后的韩胤、李商隐、朱载垕及竹林七贤的三朝相秀，都是在这里出生。竹林七贤的主要活动地就在辽国，主要活动地就在辽国。这个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大家都清楚。民风佳节倍思亲，这首著名的诗篇就在辽国。这个同时啊，我们大家也都了解的，凤山县，清代凤山县知县曹锦，誉为在台湾在大陆誉为一代连理，这个出生地也在辽国。这辽国的文化底蕴非常厚重，文化底蕴非常厚重。这个所谓神奇的辽国啊，主要是神奇的山、神奇的水、神奇的太极拳。